环境污染是引致肌肤出现老化现象的成因之一。Fresh 就宣布推出全新红茶酵素抗污染精华水，它的核心成分红茶酵素是由两种微生物和红茶共同发酵而成，而能够发挥抗污染、抗氧化两大功效，成功为肌肤筑起强大的防护屏障。另外亦都加入了金骨皮精华和透明质酸等成分，用后不单止可以令肌肤保持明亮水嫩，亦都有效减淡幼纹和修饰粗大毛孔。为了令美容编辑进一步了解新品的功效，早前品牌就特别举行发布会，当日除了邀请到品牌两位创办人亲身出席活动，大会亦都邀请了李佳芯担任星级嘉宾，和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护肤心得。当日现场亦都设有 DIY 环节，等大家可以亲手调制特色鸡尾酒，一试从内到外感受红茶酵素的美肌功效。